放心吧，这个社区虽然看起来毛毛的，其实还算干净。我有实地勘察过，没有什么鬼邻居会窃房子。救救我孩子！这个女的，听说前一阵子在这里被车撞死。救救我孩子！我每天下班回家，我做好心理准备会被吓，但还是每次都会被吓到，气死我！你跟他对上眼了。